请问以下哪个可以模拟影视中倾盆大雨的音效？炸培根、煎鸡蛋，各两个都是鸡。我觉得炸的都可以。你可以的。小心小心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我要做这个。你先上去，然后再让它再绕一圈，没关系。先上，好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好。郭采洁很灵活啊。下一个在哪？但是你要站起来，我现在得站吗？你要站起，你站一边，快要到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但是还是害怕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二，走。呜。走。二，走。呜。等一下，是 A 吗？炸，你要来。如果炸培根就是红色，炸培根如果是煎鸡蛋就是蓝色。我觉得是炸培根。来来来，相信相信就好。